覚まして、リンク。呢个系关于一名失去记忆嘅剑士林克，将世界由灾厄加农嘅手中拯救出嚟嘅故事。100年前，在海拉鲁王国中出现了传说中的巨大灾祸，灾厄加农即将复活的征兆。海拉鲁的萨尔达公主和被大师之剑选中的剑士林克，以及从王国各地所集结的四位英杰，为了讨伐灾厄加农而积极备战。この景色を守ってみせるぜ。但是萨尔达公主却迟迟无法醒觉关键的神圣封印之力。就在逃避这个烦恼的同时，灾厄加农复活了。やつが。メザ、メタ。灾厄加农以压倒性的力量来袭，结果四位英杰和海拉鲁国王都失去了性命，林克亦都身负重伤，最终海拉鲁王国灭亡了。大爹！萨尔达公主凭藉想要帮助林克的意志，她的封印之力终于觉醒，并暂时成功封印住灾厄加农。これ、私。为了保住性命，林克被带往复苏神庙之后，就陷入沉睡。彼の命が燃え尽きてしまう前に。从嗰件事之后，经过咗100年嘅海拉鲁。目を覚まして。リンク。听到唔知边个嘅呼唤声后，林克就醒咗。点解自己会喺呢度嘅？点解会醒翻呢？咩都唔知道。林克失去咗所有嘅记忆。而呢个时候眼前见到嘅就系海拉鲁依家嘅模样。この国は100年前大厄災によって滅んだ。林克遇到受灾厄加农侵略而身亡嘅海拉鲁国王嘅魂魄，因此知道自嗰件事后嘅100年间，萨尔达公主孤身一人持续抑制住灾厄加农。リンク、後を託します。あなただけが最後の希望。带住讨伐灾厄加农嘅使命，林克向住广阔嘅大地踏上旅程。遇到阻挠佢嘅敌人，古代嘅试炼。新的伙伴们，在海拉鲁的旅程中，林克获得好多力量。今の主に果たしてそれを抜けるかどうか。林克再次获得大师之剑。为了守护海拉鲁的和平，和灾厄加农展开决战。あなたの勇気を信じています。
萨尔达公主的声音一直在背后支持着林克，将再厄加农逼入绝境。最终，萨尔达公主使用她的神圣之灵，成功将再厄加农完全封印起来。だから私、信じていました。あなたが必ず厄災ガノンを打ち倒してくれると。ありがとう、リンク。ハイラルの勇者。私を覚えていますか？经历了100年，林克和萨尔达公主终于成功再会。为了复兴已恢复和平的海拉鲁，并肩继续前进。